是你？是我，想要为你父亲报仇，来呀！烂的八极拳，还想为你爹报仇？我看你还是算了吧，没用的东西。你想干什么呀？请你教我武功。你这是在开玩笑吧？拜你的杀父仇人为师，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。我知道我现在杀不了你，所以我要学你的武功，用你杀了我父亲的武功杀掉你。这个想法太有意思了，用我的武功杀我。马宁儿，你真觉得如果你学会了我的武功就可以杀死我吗？那你到底教不教我？如果你不教我，就给我一个痛快。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马宁儿，我很喜欢你呀。我可以教你武功，但是就看你愿不愿意为我做点什么了。好，只要你肯教我武功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你要按照我给你安排的吩咐去做，完成了一件事情，我就教你几招武功。到时候你愿意找我报仇，我随时都可以陪你玩玩。但是我知道，就算你再怎么练，也抽不过我呀。啊，那你什么时候教武功？哎呀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改天再来的时候我会给你安排工作的，去吧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很难攻进太极门，要是有个内应那就方便多了。把宁儿这个时候主动送上门来，真是天助我也。记住了，替我看着点他，发现他有什么歪点子就立即除掉他。是。
准备好领教阴爪拳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能不能慢一点啊？我根本就看不清你的招式。根本看不清我的招式是不是？习惯了一招一式循序渐进了是不是？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学习，你还是放弃了吧，因为我不是你师父，也不是陈清源。不，我愿意用你的方式学习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哼，来吧。还是太差了。飘逸，这次我不屑去见头了，你要小心。准备好了。还是不够快，到底怎么样才能成功做飘逸啊？不够快，好，对，啊，快，呀，好，啊，再教你几招，快，先把这几招学会了吧。就教我这几招而已？急什么？就这几招能演变成千变万化，参透了你的武功自然精进。那你什么时候才教我真正的绝招呢？我把绝招都教给了你，你还能为我办事吗？哎，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怀疑到你呀？我一直很谨慎，没人知道咱们的关系。朱飘逸最近有没有什么举动啊？他一直在练武，连报仇的事都很少提了。他不想报仇了？谁知道？不过朱飘逸的武功倒是进步神速，真让人惊讶。怎么，
他武功进步，你害怕了？害怕倒是算不上，一些担心还是有的。担心？担心什么？担心他各方面都比你优越，锋芒盖过了你。对，我现在就是想找个机会让他从我身边永远消失。可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好，那我就让雪莲准备一下，然后通知你。我来了。今夜十一时，将朱飘逸引到东边的竹林。引朱飘逸？你们想对朱飘逸怎么样？怎么？后悔了？说到做到，我怎么可能后悔呢？可我总得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吧。你倒是挺聪明的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只想要朱飘逸身上的东西，你只负责把他引出来，其他事情不用你管。如果你跟朱飘逸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，我们还可以把朱飘逸交给你。你们觉得我跟朱飘逸之间有什么私人恩怨的话，还需要利用你们来解决吗？嗯，好啊，我会帮你们把他引出来，但我提醒你们，如果你们杀了他，势必会引起太极门的反攻，所以你们自己小心一点。马宁儿一会儿就把朱飘逸引到东边的竹林。队长。队长，张大帅的话你们都清楚吧？谁拿到龙头杖就中奖谁。都知道龙头杖就在朱飘逸的手上，可他躲在太极门不出来，我们怎么抢龙头杖？现在正要给你们安排呢，今天晚上会有人把朱飘逸引到东边竹林，你们就在那儿埋伏，统一行动，先埋伏好，等他一出现的时候一定要联手把朱飘逸给我抓住。这么久没动静，你说那个人能把朱飘逸引过来吗？嘘，别出声。别出声了，随机应变。小毛孩，你最好不要管闲事儿，走开。尹小天在哪？你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，你要是痛痛快快的把龙头罩给我交出来，老子就饶你命。龙头罩是利国济民的，绝不可能交给你们这些人。那你就是活腻歪了，去死吧。
姓朱的人呢？你手下拦住了朱飘逸，他们打了起来。贪狼，贪狼想贪功，这样岂不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？走，看看去。这边。贪狼，想不到朱飘逸的功夫进步得如此神速。别太早下结论，没准朱飘逸还带了帮手。不可能，我看着朱飘逸是一个人追上来的。没有帮手，是朱飘逸一个人干的。哎，早就跟你们说过呀，万事要小心，贪狼就是轻敌的下场。贪狼的武功大家心里都有数，不仅低劣，还一意孤行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要我看死有余辜。他死了，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。不对吗？武功差不说，还不听队长的话。好了，别说了。满宁儿，你先回去，有事我通知你。队长，这就是你请的秘密武器啊？废话，反正他现在比贪狼要听话，有了他这个眼线，朱飘逸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，龙头杖迟早会落在我们的手里。这个马宁儿就真的值得我们信任？以后我不知道，现在他是为我所用的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赶紧把贪狼的尸体处理掉，尽快离开这儿。是。哎，柴火，卖柴火，卖柴火嘞！哎，我说，练武的至少有200多号人，高手有多少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得想个办法应对。哼，这样，我们化妆潜入，然后投毒，等太极门的人中毒之后，就毫无抵抗力了。咱们主要的任务是摸清周围的地形，设定好进入和撤退路线。这样，让马宁儿搞到陈家沟的地图。马宁儿，我信不过他。你可别忘了，咱们可是他的杀父仇人。这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他却上杆子帮咱们，你不觉得离谱吗？我就不信他们一点怨言。你还没看出来啊？马宁儿跟着我们，就是想借机报仇。哼，马宁儿聪明狡诈，谁知道他在帮我们还是帮他自己？要我说呀，贪狼死在姓朱那小子手里，十有八九是他搞的鬼。哼，回来再说。地图核实过了，没问题，马宁儿没有耍花招。好，有了地图啊，我就可以布置行动了。贪狼死了之后，我们人手明显不足，行动多有不便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时间紧迫，来不及抽调那么多的人手了。要瓦解太极门，还得需要马宁儿里应外合。马宁儿靠得住吗？对，他现在还是有价值的。别忘了，我们可是马宁儿的仇人。你多虑了。比起我们，马宁儿还有最大的敌人。其实马宁儿一直对他父亲和朱家都十分不满，他又是一个嫉妒心强、争强好胜的人，而且朱飘逸有的他都想有，朱飘逸才是他最大的敌人，而且只有我们才能帮他消灭朱飘逸，这一点他十分清楚。原来如此。对不起，师父，突然冒犯了。宁儿，你能打倒我，证明你已经进步了。
你代表八极门参加武林大会完全没有问题。徒儿不敢当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更比一浪强，这是历史的规律，谁也阻挡不了。宁儿，你的武功已经和我齐平，可以出师了。师父，徒儿不想离开您，而且您还有很多功夫没有教给我。宁儿，为师平生掌握的武功啊，只有这么多了，已经全部交给你了。你要还想学习其他的武功，那就只能靠你自己的钻研和努力了。不是啊，师父，您不是还有拳谱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根本就没有什么拳谱。以后你不要再提这件事。拳谱？为什么师父告诉我说没有拳谱，却交给了朱飘逸？哎，宁儿，我师父的拳法秘籍怎么在你这儿？哦，我只是对里面的内容很好奇，借来研究一下。听说你受伤了，我特意过来看一下。谢谢，我没有大碍。尹小天的手下武功高强，你是用什么方法打败他的？我是用基本的太极拳，不过只是侥幸。我很好奇，杀人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你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啊？我做梦都想着能亲手杀了尹小天跟他那帮走狗。你已经除掉一个了，怎么样？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？不但没有开心，而且我很自责。我没有想过要杀他，我只是想保护自己，没想到出手太重。那这样吧，咱们两个联手铲除殷啸天他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但师父提醒过我不能盲目行事。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吗？你不是也想帮爹报仇吗？但是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对了，那个人临死之前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说他们不会让我离开太极门，看来殷啸天他们还会再来。没错，那个黑衣人就是殷啸天。我觉得他不像殷啸天，我觉得……对了，我马上就要代表师父参加武林大会，既然你也参加了，看来我们势必是要打一场。只是切磋，点到为止。不让我练银掌功，我明白师父的意思，但是为了给您报仇，我必须要让自己变得强大，我一定要练成。师父，您怎么了？过来。过来，你还问我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去了？练功啊。练功？练鹰爪功？不是，我练的都是师父教我的功夫。好啊，都学会撒谎了。
我都看见了。旁门左道也是我教的吗？师父，我只是想为父亲报仇。报仇？以后你再也不要提报仇这两个字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还没等你报仇呢，你就被邪门歪道给打垮了。殷啸天什么人？殷啸天这种江湖败类你也学？将来能有出息吗？我真不理解你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师父，我只是想练功，我想要变强，哪种功夫强我就练哪种功夫。为什么殷啸天可以用这种功夫杀人，我就不能练这种功夫为父亲报仇呢？宁儿，我理解你，可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练鹰爪功了。鹰爪功能吞噬人的良知，让人变得阴险。希望你能理解师父的良苦用心。我知道了，师父，我以后不会再练这种功夫了。师父，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明天你对手的拳路为架子，它有五个基本拳式，分别为大顺敖小败，统称庄步武式。宁儿，你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吗？嗯，庄步武式，大顺。宁儿，我看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。没什么。宁儿，我知道你在想明天比武的事情，不要去多想，放轻松一点，顺其自然。这样，今天也学不进去什么了，早点休息，啊。师父，您说飘逸打得到决赛吗？那您觉得我拿得到冠军吗？宁儿啊，师父相信你能拿冠军。谢谢师父，徒儿一定会尽力而为。早点休息，啊。下场对阵的是许东和朱飘逸。许师傅，谢谢上次的赐教，请。朱师傅赐教。
场获胜的是太极门朱飘逸。好，下场比武是李不明和马宁儿。获胜的是马宁儿。好，来的好，好，好。下一场，张小然师哥对战你太厉害了，累不累啊？不累。清源兄啊，宁儿这次进决赛了。我知道。真没想到这两个孩子凑到一起了。那么多的高手，我宁愿宁儿输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清源兄，这两个孩子之前一直有着深深的隔阂，之前的事情你也知道。宁儿对飘逸有着不小的怨气啊，我也不止一次的跟他说过，可是他每次都要逃避。这俩孩子今天在决赛碰到了，我看非要争个你死我活呀。蒲方兄，我觉得飘逸对输赢不会太过计较，可是宁儿他计较啊。宁儿可不像飘逸那么心宽，那么大度，他自尊心很强，喜欢争强好胜，所以啊，我担心，如果宁儿他输了，会记恨飘逸呀。这俩兄弟刚到太极门的时候，我就试图出面化解两兄弟的矛盾，可是，就算我出面了，也未必化解得了。嗯，想当年我跟我的哥哥，就为谁继承太极门的掌门而发生过争执。后来我哥哥看透了这一切，于是他选择了国家，选择了民族大义。多年以后，我才发觉我自己的理想是多么的渺小。蒲方兄，你放心，现在两个孩子年纪还小，以后他们会慢慢知道的。清源兄说的有道理，我期待他们成熟，也期待他们彼此释怀的那一天。那清源兄，我先告辞了。好，告辞。明天的决赛呀，有很多人看着呢，咱得穿件漂亮的衣服啊。谢谢师傅。宁儿，明天的决赛，你跟飘逸的输赢并不重要，而是借这次武林大会啊，相互切磋，熟悉对方的武功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切磋归切磋，但我还是会赢的。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他是什么水准，我很清楚。宁儿，飘逸最近一段时间进步很大呀。可师父，我也在强大呀。你很在乎输赢吗？
师傅，你忘了，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成为武功最强的人。宁儿，那万一有的人比你武功高呢？那我就更努力的练功，超越他。你上进的心情，师父十分理解。可是宁儿，咱们做事情可千万不能急躁啊。比武是咱们练武之人提高自己修为的方式，并不是以此来定夺成败。胜败是常有的事情，赢了不骄不躁，输了再接再厉，千万不要气馁，明白吗？我明白了，师父。师父您早点睡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本届武林大会决赛即将开始，对阵双方是朱飘逸和马宁儿，请两位登场。师哥，小心点啊。放心，我会赢的。宁儿，承让了，希望你全力以赴，不要藏实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那就好。吞噬人的良知，让人变得阴险。本届武林大赛的冠军得主是朱飘逸。师哥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你在我心里面是最棒的。师父，我赢了。我看到了，飘逸，你是我们太极门的骄傲。师哥，师哥，师哥。输给他，我没有输，我可以赢他的。师父，你对我太不公平了。
全世界的人都这么对我，老天爷，你对我太不公平了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自己是不是在梦里，兜兜转转全都是你身影，我的视线与一颗心被占据，冥冥之中多幸运遇见你。无论将来我们的命运会怎样，我都会在你身边，永远都不会离开。如果有一天一双手能把你抱紧，人生再没有遗憾可惜，我们要在一起不畏惧。老天爷，师哥他并没有错，他这辈子命已经够苦的了，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换他的幸福。宁儿，你来干什么？来向我炫耀你打赢我了是吗？如果我知道你那么在乎那个冠军，我会让给你。不要用这种同情的口气跟我说话，你忘了你说过的要全力以赴吗？可是你要我怎么做才好呢？其实你打赢我还是挺开心的，至少我以后有一个可以想要超越的对手，就像你以前总是把我当做你的目标一样。我没有把任何人当做对手，我只是顺其自然慢慢的变强。那你为什么要变强呢？跟你一样，为了报仇啊。嘴巴说要报仇，心里想的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吧。怎么样，太极门的安逸让你失去了斗志是不是？跟陈荣宇在一起很快乐是不是？迎春和爹是怎么死的你忘了是不是？我没有，只是我们不能急功近利，要先把武功练好啊。可你武功已经很强了，为什么不去报仇呢？你看你就是这么软弱，你承认吧，你的心就是这么懦弱。是，我很懦弱，但不是因为爹、迎春、大家的死令我陷入恐惧，也不是因为我担心失败，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有更重要的任务，是爹交给我的使命。就是因为这个使命，我才决定我不能白白去送死。
宁儿，报仇这件事情，我们能不争吗？争？我能跟你争吗？反正我什么都争不过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使命，我只有一个使命，就是亲手杀了殷啸天。我也不管你报不报仇，只要时机成熟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报仇的。所以，就算我死。 我也无所谓。拿了冠军还不满意，还要跟我谈什么使命？根本就是个找借口的懦夫。鹰爪功是象形拳的一种，讲究沾衣号脉、分筋错骨、点穴闭气。 鹰爪功的秘诀全在这手爪之上，用时要全神贯注于指掌间，不可相离。以气随神志而行于丹田，力由气生而生于指掌，动静相因，内外相合，步步相依。你学会了我的鹰爪功的狠劲儿，我再将鹰爪功的独门心法教给你。 怪不得找不到卷谱，原来师傅带在身上。师傅，您尝尝看吧。哎呦，师傅，来，我来。哎呀，这，哎，你说这西洋人喜爱这个味道，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师傅啊。 这个破解的事情进展的如何了？已经完全破解了，用不了多久就能送到革命军的手里了。糟了，如果把龙头杖交给了革命军，我用什么来利用殷啸天呢？ 没想到教你的武功居然全学会了，那当然。您教的招式，我哪敢浪费？你还真的以为你学会了我的所有招数？保证一招不落。好。 让你看看，嘿，只要你肯听话，这些我都可以教你。放心，该谈正事了，拳谱。 偷到了没有？师父随身携带粮食拳谱，我偷不出来。看来就得把它除掉。我看没这个必要吧，只要拿到拳谱，它就没什么用了。看来你
是不忍心对你师父下手啊，这也难怪，这是人之常情嘛。师父他对你构不成威胁，又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何必呢？干大事那就得抛开这些常情和理。当然了，干不干的随你，你自己考虑考虑啊。师父，嗯，师父，烟给你买回来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嗯，宁儿，你现在去哪儿啊？师父，我在外面找了份零工，想挣点钱，给您和思洛买几件新衣服。你不是一有空就练铁砂掌吗？怎么又想到去打零工了？切。上海的东西都挺贵的，我也想让思洛过得好一点嘛。我希望你是一片好心。我再眯一会儿，你去吧。好，师父，那我去了，我晚上就回来。好。你怎么回来啊？什么时候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？说。师父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我连累了您，对不起。还知道错？你这个私通透底、不知廉耻的东西！马宁儿，赶紧让你师父把粮食全部交出来，不然我可就要动手了。尹小天，你休想！哼，师父，您就交出全谱吧。只要您肯投降，他们会放过你的。放屁！全谱我已经给烧了，我早就烧了。
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师父吧！我师父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们要什么，我给你们啊！梁师傅，你怎么连你徒弟都不如呢？你也不想想，这儿是什么地方？今天你走得了吗？殷小天，等我现在收拾完你，再把这个叛徒一起收拾了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来人！师父，扫他的身，看看有没有拳头。师父，没有。好，果然是老狐狸。马宁儿，怀疑你的人已经死了，这回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对付朱飘逸了。我们走。师父，是徒儿不孝。是我的错，对不起师父，我只想学殷啸天的功夫，然后把他杀了。我只想为我父亲报仇。我了解，是你这次，师父您说，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欲忘记大义。师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杀了殷啸天为您报仇的。师父，师父，我骨腿里师父，师父，你不能死啊！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殷啸天。证明还活着，你尽情得意吧。我就把你杀了，为我父亲和师父报仇。谁呀？什么人？
这份是刺杀张林海大帅的革命军名单。办事还算利索，事情办得还可以，没有被他们发现吧？怎么了？你担心我被发现，就没人帮你偷龙头账了？嗨，以你办事的风格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办得妥妥的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可是我们安排在朱飘逸身边的秘密武器呀！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们发现。还有啊，以后给我盯紧点朱飘逸，一旦发现他有什么新的举措，就马上向我汇报。我的酬劳呢？你想要多少钱？我不要钱，别用你的钱来腐蚀我。那你想要什么呀？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？我要的是武功。哦，呵呵好，我可以多教你几招武功。你的武功啊，从招数上看，还差不多。但是要是提升的话，那就再加深练一下鹰爪功的快准狠。快准狠，看啊。这就是快准狠，重要的就是快，杀人如闪电，出手就要人命，就如狼千方百计寻找猎物脖子的机会一样，这种机会瞬间即逝，所以要快准狠，争取一招毙命。行走江湖，关键就是生与死，你也试试。当今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，群雄逐鹿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屹立不倒，懂吗？知道了。你知道你学鹰爪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吗？作为你而言，鹰爪功的最高境界就是当你学会了这门功夫以后，把我杀死，这才是你的最高境界。谢谢啊。你啊！
说说。骨头还挺硬的。哎，把他的肋骨给我敲断，看他的骨头还硬吗？是是。你等，一根一根给我敲断，直到他说为止。是。到底放在哪里了呢？你们两个的纹身呢？虽然不同，但是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。拳谱，它根本就不是一本武功秘籍，而是一本和这些宝藏有着密切联系的书。坐标跟密码，怎么样？坐标解开了吗？还没有。我父亲生前设置的线索太复杂，朱飘逸的嘴里也套不出什么信息。再给我几天时间吧。但是你不要跟我耍小聪明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比你更着急。朱飘逸他太精明了，又有刘昌平那帮人的关照，就算我有三头六臂，我也不一定能拿得到吧。记住，坐标解开以后，我们再得到龙头杖，打开宝藏，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但是如果你不老实，想欺骗我，那我就让你去见梁普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
大帅，人我给您带来了。你说这棋盘上的这个跳棋呀、啊，真有意思。不吃，不围，全凭棋盘上的棋子跳到对面，又要互相成全，又要互相使绊儿。你们看看啊，我这棋盘上的绿子儿该怎么走啊？大帅，形势对绿子不利，何不堵住去路，等红子过来？你就是马宁儿。是。下去吧。你很会下棋吗？我只是给大帅一点意见。哼，别以为我不懂你刚才的意思。我不希望有下次了。马宁儿，我早就发现你不是真心帮我们做事。我劝你仔细看看当下的局面。我警告你，别给我耍好样，否则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觉得以你现在的武功打得过朱飘逸吗？应该不行。马宁儿，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，你苦练鹰爪功这么久，到底有没有进步啊？要不我试试你。既然鬼狐大哥想要考验小弟的功夫，我就献丑了。请。鬼狐大哥果然厉害。队长，我先走了。队长，我怀疑他是冲着龙头杖来的。废话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是跟马宁儿相互利用，看看谁比谁更聪明罢了。队长，要不等他帮我们拿到龙头杖，我就把他杀了。杀了他，那不就便宜他了？我是想利用他把朱飘逸引出来，我们自己去拿龙头杖。妙啊！队长，这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鬼狐啊，我知道你恨马宁儿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。还有，盯着他，如果发现什么问题，马上把他干掉。嗯，知道。
我们一定要救出林啸天，看咱们谁能留到最后。 马宁儿要见你。他一个人吗？是的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进去吧。大帅，殷啸天不知道你来找我吧？大帅果然高明。 这只豹子自从到了我这之后，我就觉得它欢实多了。什么事啊？说吧。属下斗胆来见大帅，是知道大帅想得到龙头杖，而我刚好有个办法，能帮大帅实现愿望。好。 说说看，龙头杖就藏在朱飘逸的房间里。只是我现在被排挤出国术馆，缺少一个进入国术馆的机会。但如果让殷啸天队长和朱飘逸举行一场比武，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这场比武上，而我就有机会潜入朱飘逸的房间，去偷龙头杖。 为什么是殷啸天和朱飘逸比武，而不是你和朱飘逸比武呢？大帅，我比殷啸天队长更熟悉国术馆的地形和人员分布。再说，我的武功不如队长，让队长和朱飘逸进行比武，更有机会把朱飘逸给打胜。一旦朱飘逸受了伤，他就不敢跟大帅动什么歪脑筋了。 有意思，怪不得殷啸天能把你收入麾下。可是，你怎么能保证你一定能完成任务呢？殷啸天队长的问题在于一直等待，而我觉得，我们应该主动创造机会。 占据先机，属下虽然不能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，但我愿意试一试。还是你懂我呀。我用人只看能力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把夺龙头杖的任务交给你，你要好自为之。我可不希望殷啸天杀了你。 谢大帅赏识，我一定不负大帅的期望。 大帅，您找我有何吩咐？啸天呐，好久没看到你的鹰爪功了，你最近武功是进步了，还是退步了？ 大帅，请放心，卑职每天不管再忙再累，这鹰爪功是必须要练的。说句大言不惭的话，卑职的鹰爪功只有进步，不可能退步。大帅，您如果不放心，我这就给大帅演示演示。哎，不用了，啸天呐，虽然你一直都没有帮我拿到龙头杖，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你的。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我想让你去国术馆跟朱飘逸去比武。大帅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要通过这次比武，给朱飘逸点颜色看吗？ 那只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你的那个徒弟马宁儿就可以到国术馆去偷龙头杖。
什么？大帅，马宁儿那个人心怀不轨，如果让他拿到龙头杖，很有可能他要逃走啊。马宁儿如果想私吞龙头杖，何必来投奔你？再说，你就容许他在你眼皮子底下溜走吗？我只是想看看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。大帅放心，我一定会看紧马宁儿。如果您没什么吩咐，我这就回去起草战书。不必了，战书我已经派人送到国术馆了，你回去好好准备吧。是。大帅让我到国术馆挑战朱飘逸，让马宁儿借机进入国术馆偷龙头杖，这招不错。不知张大帅是怎么想的？朱飘逸已经答应挑战了。比武时间就在明天，马宁儿，你确定明天能拿到龙头杖吗？请放心，我一定会拿到龙头杖的。等我明天打死朱飘逸以后，最好能看到龙头杖，不然。可以走了。你们给我盯紧马宁儿，他要想逃跑，就马上把他干掉。队长，马宁儿这颗棋子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要不要找到龙头杖之后，我把他给做了？不，等我打死朱飘逸之后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我要让他知道，跟我耍心眼儿就得死。你们两个也是一样。张大帅，哼，别来无恙啊。好，好得很。你怎么样啊？自然是要比你过得好啊。曹大帅不在大本营待着，跑到上海滩来，有何贵干呢？最近我对于打仗越来越不感兴趣了，倒是想好好的研究研究我们中国的国术。不错，不错，发扬国粹嘛。尹啸天，见过曹大帅。曹大帅，久闻大名，今日一见，幸会。这位就是想要挑战太极的人吗？正是在下。不是挑战，是打败。请张大帅入座吧。
明川，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就把龙头杖交给……你别说这些，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失去过你一次，我可不想失去你第二次。我只是说说而已。这话能随便乱说吗？有什么话等赢了比赛再说。话多的是呢。朱飘逸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稍等，今天这场比武如何才能分出胜负呢？如果输的一方不认账，岂不是白忙活了？张大帅，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曹大帅，你我都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，战场上输的一方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死。所以今天这场比武应该改成生死决斗。您的意思是这场比武还得签个生死状吗？生死状？飘逸哥，他们这是要置你于死地呀。是啊，飘逸，绝对不能签。朱飘逸，你要是害怕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朱飘逸，你怎么看？如果你不想签这个生死状的话，我不会勉强你。既然我答应比武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我同意。飘逸哥，好。来人呐，上笔墨。哎，如玉，你现在上去阻止也无济于事啊。可我不能让他冒生命危险啊。有的时候男人就是为了争一口气。相信我，飘逸不会有事的。怎么，朱飘逸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？你躲得及时。
龙头杖呢？朱飘逸，你藏哪里去了？受伤了，没事。哎呀，张大帅，你的人好像不行了，你看是不是休息一下，给他疗伤啊？作为习武之人，应当有武道精神。既然签了生死状，我看就得遵守。啊。大帅，我看还是算了。我们练武之人，应当仁慈宽容。我已经废了他的武功，如果再夺他性命，未免有失武德。朱师傅，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。那好，听你的。谢大帅。张大帅，救我呀！废，真给我丢脸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抬下去。飘逸，真是好样的！这次你可是为了你们陈氏太极争了光了。是啊，飘逸，我爹要是知道这事儿，肯定为你高兴。周师傅，难得你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武学造诣，可真算是我们中华武学的骄傲，佩服，佩服！谢大帅。不过，不是我武功超群，而是太极拳本身博大精深，我所发挥的只是它小小的一部分而已。对了，哎，今天晚上把宴席摆上，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，乐呵乐呵，啊！你们先下去。是。队长，你我已经成了废人了。马宁儿是个王八蛋，千万不要去找马宁儿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队长，你好好养伤。你马宁儿，你给我出来！马宁儿，马宁儿！
就来杀我吗？你怎么会败给朱飘逸啊？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，我忍了多长时间吗？曼宁儿，我知道你早晚会来报仇的，但是没想到会是今天。要杀我就动手吧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死，就来满足你！我现在就把你交给我的鹰爪功全部还给你！